还是在开播典礼是就是在我们的10月10号国庆日按下了这个开播钮，从此台湾进入了媒体时代。那时候电视台啊，就是还没有电视柜的概念，所以以前要有四个角。那后来大家慢慢的有了电视柜的概念之后，电视就没有这个角。可是现在就觉得这个又开始萌生起来。台视同时也是见证整个媒体的演化史，那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好使用，机器反而越小。哦，所以那个摄影师不需要很重的物品。对，没错没错，过去那个非常非常重，那个只剩3公斤。哈哈哈哈哈。女生也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技术技术。欢迎收看台视新闻。台湾也布置了我们的主播台，给民众一起参与，让他们可以成为台视主播。而我们也利用了就是手机滤镜的方法，让民众可以下载，立刻去直播。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非常的帅。拍《生生世世》的时候，特别从西班牙定制，就是真人尺寸，然后仿，看起来好像，很像，对，可以摸，它的材质也很像，真的耶，对对对，那个手感还真的很相近耶，没错没错，他叫阿宝，他叫阿宝，对，这是一个，这个素材所的故事，所以特别特别从西班牙做的好像哦。这个搭飞机回来，这个感觉搭飞机回来，搭飞机回来。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台视每一年都在创造新的舞台格局。那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在21届的金曲奖，然后2011年的时候，金曲、金钟、金马三金都有台视制播制，非你们不可这样子。所以这也是那个老师傅叶师傅做的哦，还有电，所以叶师傅从大的舞台到电动的舞台，